艺人罗志祥、小猪跟女友周扬青交往多年，小两口不时会在社群软体上放闪，感情十分稳定。而喜爱吃美食的周扬青，去年被媒体拍到身材似乎肿了一圈，飘出一丝韵味，但随即遭到否认。而他昨24日在 IG 放出多张出全身照，镜子反射下真实身材也曝光了，让网友忍不住惊呼。从 PO 出的照片可以看到，周扬青在众多镜子的地方大拍网美照，对镜头俏皮吐舌。而当天他身穿黑色短洋装，好身材表露无遗。而镜子反射也没出卖他一双纤细的辣腿，照片一出，粉丝们也羡慕直呼好瘦，身材真好。而过去周扬青身材曾经很丰腴过，但透过跟他曾分享的黄瓜减肥法成功甩肉，去年底还公开创新低的体重，竟只有 44.6 公斤，让不少人都佩服爱吃美食还能兼顾好身材。